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葵花味康宁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止痛更治痛。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想离婚。我不会离婚的，面子上不好看，让人笑话。我在外面工作挣钱，他在家里疑神疑鬼，日子真过不下去。这两年来我一个人带孩子，他根本不知道我过得有多难。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7岁，来自河南消瘦，有请。胡女士35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哈，再婚夫妻是吧？对。曾经都有过一段婚姻是吧？有孩子吗？有。跟谁了后来？跟我。跟您，男孩女孩？女孩。多大了？8岁。您呢？我有一个孩子，跟我。也跟您，男孩女孩？男孩。多大了？11了。你们现在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吗？没在一起。没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二婚夫妻。对啊，再婚夫妻吗？但是现在他要跟我离婚。您不愿意离，今天来这儿的对吧？对。说说为啥要离呗。哎呦，变化从结婚前到结婚后太大了，煎熬得不得了。煎熬得不得了，什么情况？你们俩谁说？我说吧，我们是老乡，20年的时候，就是老乡聚会嘛，就留了联系方式，就知道双方都是单身。然后后来就联系的比较频繁。嗯，在21年的5月份，我们领的结婚证。嗯，就是领完结婚证以后，他就对我就是各种嫌弃，脾气变得特别暴躁，他整个人跟以前就不一样。我们是河南人，我这个人吃什么都行，但是我做的这些饭他都不吃，我炒菜他也不吃，好多次我做好的饭他都给我倒了。有他那样做饭的吗？面条能做成疙瘩汤，做米饭能做成粥，炒菜那更别提了，这黄瓜都能茄子炒一块去。他这个人呢，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就爱喝酒，中午也喝，晚上也喝，中午最少都是喝一斤。没有说的那么严重你知道吗？我本来在外面应酬就多，喝酒属于正常。你那是在家里喝，中午喝喝一斤，晚上也是喝一斤，每次你喝完都把酒瓶扔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你还跟我说过，你说你看那一堆都是我扔的。不是，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我还是没听清楚。各种矛盾我俩，他现在喝酒的矛盾我听明白了。他还爱离家出走，喝完酒最多的一次一周的时间离家出走3次。有一次呢，他人在唐山喝多了，电话里面就跟我吵架，然后呢我就赶紧跟我爸，我还带着孩子，当时我都大着肚子，都怀孕了5个多月。你们俩现在还有孩子了？对，有一个。然后我就跑到唐山去找他，去之前我就跟他说我几点几点能到，但是呢等我到了以后他手机关机，我联系不上他，我没有办法，我带着孩子还有我爸，我们3个人在车上等了他一夜。哎呦，还说这个事，我刚开始坐那吃饭就开始给我打电话，一直打7、8个电话，我正跟人领导跟人汇报工作呢，在那不停地打电话。后来我确实看见他发信息了，我给把手机关了，谁知道他能真过来呀、啊？那不是担心你吗？后来我喝完酒，我就回去睡觉了，手机关机，一直到第二天我才开机打电话。你们不知道是怎么打法。这一天啊，你手机只要不关，就使劲给你打。丈夫就觉得是被束缚了，是这意思吧？哎呦，不是束缚，简直成为拘禁了。行，还有啥不满意的说嘛？在跟他认识以前，我有工作那时候。但是呢，认识他以后，他就说你别工作了，以后我养你，养孩子。然后就让我在家里面。领完证以后就发现怀孕了嘛，他就开始对我各种嫌弃，嫌弃我胖，嫌弃我丑，都是直接说的，这些话都是。哎，这也是事实，你家务家务不收拾，自个儿不收拾，哪回到家都乱七八糟的。我回到家我再收拾家务去，搁外面忙一天累一天。咱俩相处的时候我什么都干，那是后来发现怀孕以后，毕竟我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舒服。前几个月你是晚上回来了，你看见家里面有点乱，但是白天我洗衣服做饭，我还要带孩子，你都没有看到。你不在的时候我干多少事情你都没有看到。
他是变化很大吗？婚前婚后？确实变化很大。有没有他婚前的照片？我们看一看，有吗？这是婚前还是婚后啊？婚前。我整个怀孕过程胖了50斤，我整个怀孕过程你没有陪我去过一次医院。你陪他去产检过吗？也有过。都是我一个人，一直到我40周的时候，那两天我没让他出门。你把这个认为是监禁啊？哎，这不光仅仅是那两天。那啥意思吗？比如说我出去在外面，他给我打电话，不管我是工作还是在干嘛，他不管你。那我都快生孩子了，我40周加2天，我住的医院，我都住到急诊科了，马上要生孩子，我一个人在里面，你还在外面拿着手机跟他玩。当天咱俩在医院还吵了几句。然后呢，我就生孩子，生完以后在医院2天我就回家了，回家月子里面也没有人照顾我，身边还有孩子，一个8岁的女儿嘛，弄奶粉，弄纸尿裤，做饭，都是我一个人。你干嘛去了？我在外面工作。不是，你什么工作呀？一直在外地。他每次都是拿这种工作当借口。你认识我的时候我住这种工作，你也知道。我现在就是怀疑他外面有暧昧对象。哎，你自个想多了，天天就瞎想八猜的。我没有想多，在我怀孕的时候我在车里面发现过一盒烟，那种细长的女士抽的烟。坐车的人多了去了。行了行了，咱也不辩解不说了嘛。现在那我在你手机里还看到过聊天记录呢，跟那个女的你们一块约的出去吃饭出去玩。是女的就是暧昧关系啊？是女的不是暧昧关系，但是老婆生孩子，男人不在家说工作，跟一个女人出去吃饭就正常了。然后呢，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23天那天有个人给他打电话，是个女的，挂完电话就跟我吵了一架，吵完她就走了，直到现在她都不回来，她就是要跟我离婚。现在那这是为啥吗？确实我感觉日子过不下去。这等于闺女生完23天这爹就再没出现过。我不时不时的我也回家吗？你那是回来吗？从你走以后到现在1年4个月你回来3次，这3次是来跟我谈离婚的。不是，我一到家你就跟我吵架呀。你就走了。当天这1年4个月有没有给孩子抚养费啊？他也不给我。为啥不给啊？现在挣钱也确实挣得少点。不是您，那您就回家呗，反正在外头也挣不了钱，对不对？挣了钱反正您都喝了，还不如回家呢。换一角度，每天如果是你在外面正常工作的时候，不停的有电话顶进来，而且没有事的情况下，咱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出门我很信任你，我从来不给你打电话。那是在车上发生这些东西以后，你出门我就提心吊胆的，我想看着你，但是你出门你又不让我跟。哎呦，你看能看得住吗？说白了就是觉得娶了这个女人没自由了是吧？哎呦，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哪回事？你说清楚嘛。他为了监视我，他让他爸过来，每天跟我同吃同住同出。为啥吗？那是后来怀孕7-8个月吧，我实在是出门不方便，再加上他爱喝酒，我说让我爸过来跟着他，给他一块帮帮忙什么的。所以其实不方便，对吧？这个确实在心理上会被别人看管的这种感受嘛，有吧？对对，你咱比如说你说了吗？你跟他说嘛，你说这样不行，你如果再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怎么样嘛。我这个话我跟他谈不低于10次，咱要老爷子回去，咱别这样。我又在外面工作，不是那么回事儿，儿子天天跟着，跟干嘛似的。我是不放心他。该嘛，所以该嘛。就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有果吗？还有类似于这样的事还很多吗？太多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女方怀孕之后开始怀疑男方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儿，你的心彻底凉了，你现在就想彻底跟他离，是这意思吧？我现在因为毕竟是二婚，我不想离婚，我也不能离婚，为了孩子这个婚我不离。来吧，交给你们吧，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看看应该怎么做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第一段婚姻为什么结束？你有了解过吗？不了解。所以你为什么嫁呀？都已经失败了一次婚姻了，不想一想为什么失败，不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就马上又两个人结婚，结婚以后你好好过日子，看看这个男人怎么样，不马上生孩子。所以啊，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啊。这段婚姻当中他是做得很过分，但是我觉得让人最生气的是你，都是你自己找的，大着个肚子自己不想自己和孩子的安危跑到唐山去找他。生孩子有人心疼你吗？坐月子有人管你吗？你现在情绪为什么这样？有人理你吗？面对一个对你不闻不问
甚至连对你们的孩子都不闻不问的男人，还要死死拼命纠缠，说不离婚不离婚。你可怜，你的孩子更可怜。如果你不强大不振作的话，你的两个孩子跟着你，人生就悲惨了，你知道吗？你上一段婚姻的孩子现在跟着谁啊？跟着我了。每天喝酒，每顿一斤，跟着你。但说的太过于夸张，不可能有那种事儿。咱不说。你告诉我，跟着你的概念是什么？谁在养育他？我呀。他那么小不上学，跟你在工地啊？没有，在上学了。寄宿学校。对。所以不愿意过，直接分了就完了。你该负的责任，你得负，你逃不了，这是法律在制约你，听懂没有？抚养费、抚养的义务，你必须要担起来。你可真够傻的，你把你老父亲也连累了，把老父亲派去身边看着他，啊，今天又来爱情保卫战，让我们为你挽回他，你自己遇人不熟。有过一段婚姻的失败的经验，不吸取经验，你看上他什么？你现在有工作吗？没有。赶紧去找一份工作吧，好不好？不要把自己的幸福、把自己一生委托给任何人，听懂没有？你只有自己有让自己变好的能力，过得开心的能力，你才有可能去碰到幸福。不要在他身上再去死缠烂打了，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只能在他面前，你没有自尊，因为你没有骨气，你自己就不独立。就这样吧。我在想，三个孩子，你那边的孩子，你觉得自己能当榜样吗？你觉得你配给他当榜样吗？你那边两个孩子，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足以让自己的孩子，你孩子是男是女啊？女孩。两个女孩。对。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足以让两个女孩为之骄傲的母亲吗？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让两个女孩在未来能够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的母亲吗？你是让两个女孩未来在她们成年之后，在面对社会、面对工作的时候，觉得我终于有一个学习的人的母亲吗？你说我二婚，我不能离婚。我跟米娜老师聊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个一婚可以离，二婚就不能离呢？因为你没有离婚的能力嘛。你给自己设了一条线，说我二婚一定不能离。你要有离婚的能力，何止二婚，你十婚都能离。你不就是放下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吗？你现在样子配让你两个女儿骄傲吗？不配。你以前看你以前的样子，也是一个上班的白领，也是一个知道什么是时尚、什么是美的人，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你这样的日子，让你两个女儿以后怎么成长？所以我跟你讲，家庭不一定要完整，好的家庭才要完整。不好的家庭，与其给闺女们看其中的破碎，你还不如让她干干脆脆地知道其中的善恶。你非要让我们把他给劝回来，劝回来怎么说呢？跟两个闺女说说看，这就是好男人，是吗？以后让你两个闺女也嫁给这样的人，你愿意吗？做人啊，我跟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到有一天你老了，等到有一天你老到在床上爬不起来，然后再看着那几个孩子的时候，你看到他眼神里面那种冷漠的时候，你会想到曾经有一天你在他面前对他母亲、对他自己做过些什么。到了那一天，不要说你悔之晚矣，你对自己说，说你活该，对你活该。就这样。有两个时间点我特别的介意。一个时间点呢，就是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就要求他放弃工作回到家里，为什么？之前我俩基本上算是同行吧，他就说你之前受过很多苦，你以后就在家里待着，我来挣钱养你，你就不用工作了。这不就是好笑的地方吗？
他看到你的时候，你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家务劳作，让他觉得娶回家就可以是一个特别好的太太的女人。他看到的是一个做销售的同行，一个可能可以跟他一起平分秋色的女人，一个让他觉得在职场里头也能独当一面的，他很欣赏的那一类女人。然后通过怀孕告诉你说，你得剪断翅膀别飞，回到家里来在地上爬，然后再嫌你爬得不好。婚后不就是嫌你的黄瓜炒茄子不能吃吗？婚后不就是觉得你的家务收拾的也不好吗？什么都不符合他的要求吗？你原本就不是因为这些要求足够好才被他娶进门的呀。而你怎么就敢在一桩婚姻里头，一个男人说我养你，你就辞职的？很多时候女人的不幸命运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这也就有意思了，为什么男人，你问他告诉你我养你，你敢辞职吗？一个女人告诉你娶了我之后你就可以辞职，在家里照顾好我就行了，我给你零用钱，我养你，你问问男人会做吗？这就是为什么男人们到最后的时候在婚姻里仿佛都还可以，至少能全身而退，而全职主妇们就如你这样没光，没了过去的身材，没了过去的冲劲儿，绝望是你自己自愿的。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是，你为什么要在孩子一岁甚至一岁都不到就开始屡屡提出离婚？你不知道在法律规定的哺乳期内，也就是孩子两周岁以内，父亲是不能提出离婚的吗？我也是被他逼的了，他每一次乱找事。那么每一次激到你得说要离婚，他是干什么了急得你得这么说？你打比方说，我回到家吧，工作一天累了，他就叨叨我。他说的是什么？比如说哪个明星了，什么什么事，我说我不愿意听，我累够呛了，我歇会儿，不行。哦，你觉得一个家庭妇女的这一个关注点实在太无趣了，你不想听？对，我得歇会儿，不行，拉着你弄着，哎。于是你就告诉他，要么你闭嘴，要么我跟你离婚。他连听个八卦的兴趣都没有，你居然求着我们让我们帮你给他留在身边。他的世界里头一切都是他自己。我跟陆琪老师的确刚刚在讨论，为什么很多女人都会说我这是第二次婚了我不能离，就是如果说婚姻这个事儿，离婚这么艰难，难道是要看次数的吗？为什么一婚我们离起来就方便，二婚我们就不方便呢？这玩意儿难道不是驾轻就熟啊？难道不是我都知道该怎么离了，你让我走法的还是走文的？走法的怎么起诉我会，走文的怎么协议我来，对吧？有什么叫做我都已经二次了我没法离了，怎么就这个事儿捆住你了？怎么就离了个婚就必须得回自己的老家了，就不能带着两个娃在眼下的地方接着让娃读书，你自己该打工打工了？独立的能力去哪儿了？你的父亲也很有意思，你派他去看着，你父亲居然也去。你父亲自己不嫌自己碍事吗？当你都得派自己的父亲去监视自己的老公的时候，你在这个婚姻里头已经没脸了，你还在护什么面子啊？爹都知道女婿是这样的了，我女儿已经在受罪了，你还怕谁说你笑话呀，姑娘？今天我们也不用去劝什么干什么，就是今天你依然可以坚持你不离，反正我刚刚说了嘛，两周岁以内你有这一个保护自己的能力的，不需要导师，你自己用法律保护你自己，两周岁以后他就可以起诉你了。但是对于你来讲，你失算的一件事情就叫做跟这个男人保持一天婚姻关系，我从他要到的抚养费少之又少。但如果我跟他离了婚，我们约定好了抚养费，他将必须得按法律认定的抚养费按月支付给我，可能对于你和孩子的经济上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解脱。我一直在想一个细节，一个七岁的女孩看着妈妈刚生产完，带着那么小的 baby 就那么一直看着，然后没有人照顾，那个七岁的女孩会想，我妹妹到底是谁的，我妹妹的爸爸呢，我是不是也这样被我的爸爸抛弃的？我就在听到那儿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我们的关注大概是关注在这个点上，其实在对于婚姻的关注已经没有什么了，因为这段婚姻就是已经死亡了，
非常明确的死亡，这个你承认吗？承认。婚姻已死嘛，双方把对方都逼到了墙角，没有给对方留出任何可以闪转腾挪的余地嘛，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嘛。尤其是你今天把他拉到这儿以后，这个婚姻更没有办法挽回了。无所谓啊，顶多所有人说他是个负心汉啊，又能怎样？哎呦，就天知道就行，我对吧？我就说是吧，对，他现在心里就这么想嘛。你等于把最后一块可以让你们的婚姻有逆转的遮羞布都撕掉了。我说的都是如果啊，我说的都是如果啊。如果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或者另一段关系，都不用回答我，我只是建议。如果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或者另外一段关系而一定要离开的话，建议你慎之又慎。我不至于那么傻，对吧 ？OK， 好。如果是因为他已经把你逼得没有办法工作了，或者说这一段婚姻生活已经影响到你所有的工作和你的交际圈了，如果真是这样的，我更希望你慎之又慎。已经乱套了，可我对吧？所以既然已经乱套了，在和不在是两个结局，你是生意人。如果他还在的话，意味着我这人还行；如果他真的没有了，那他所预言的一切真话或者假话都会变成真话，对你的买卖是有影响的，你自己考虑。这个、所以我说，你的婚姻反而在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慎重的。成年人你们要谈利弊权衡吗？你到底恨他什么呀？这种心情没法体会，你知道吗？你说嘛，就简直就是一个。你恨他什么吗？跟疯子似的，摇啊，真摇。婚前你对他承诺了什么？你没有满足他这样对你？我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过承诺。那为什么要娶她呀？这过日子嘛，对吧？就是双方就互相努力把日子过好。那么多有可以过日子的女人在你身边，为什么你觉得这一个合适啊？啊，毕竟刚刚接触确实不错。是被外表所迷惑了吧？不是。是被什么？他工作的时候确实挺勤快了，什么之类的，弄得什么都挺好。行吧，明白了，明白了，自己考虑吧。我们要说的这么多嘛，对于男生来说慎重考虑嘛，对于女生来说，你现在到底是要婚姻还是要一张饭票啊？跟你离婚能把饭票给人家吗？可以。想清楚，冷静下来。刚才有哪位老师说的，为什么要一个父亲？要一个父亲是要一个榜样，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让他看到男性的力量，对吧？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不是介意别人怎么说我。别人怎么说你重要吗？嘴在别人的身上随便怎么说你都可以说，这跟你做了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作为母亲，人家说为母则刚，你在想两个女儿，那个小女儿一天一天的长大，你想清楚。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咱们走到这一步确实很难，但是呢，今天站在这里，为了孩子，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回归家庭，回来跟我跟孩子一起生活。因为我毕竟是农村的，我要是再离婚的话，确实没有面子回去，请你好好考虑一下。行，我考虑吧。哎呦，咱这样着实是没法过，你知道吗？不光是毁了你，也毁了我，孩子也得跟着毁。就这样吧。哎呀，你们能跟女生说两句吗？我觉得她这么做真是把她自己和孩子全毁了。而且你还会让孩子未来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非常自卑。爸爸不但不爱妈妈，而且爸爸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有什么比这打击对于孩子更大呢？本来离婚对于孩子来讲都已经是挺大的打击了，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头被迫要去认知，以及他们会把这个事儿归到自个儿身上，是我不够好才能没留住爸爸吧，是我不够好才能没留住妈妈吧。而你这等于直接给了你女儿一个答案，的确是她不够好，所以留不住她爸。然后刚刚你站在这儿要求这个男人留下来说的那句话，真的是把男人再往外推。什么叫做你要考虑一下，我回村就太没有面子了。为了你的面子他要搭进去人生，男人愿意为一个女人搭进去人生只是因为爱，
而从来不会因为这个女人要面子。你不爱她，你只要你的面子，谁愿意跟你搭伙过日子啊？爱孩子还是爱面子？来做个选择，二选一。孩子。真的吗？再想想，爱孩子还是爱面子？刚才听完你们说的以后，我选择孩子。我跟你说句实在话，面子都是靠自己挣的。你两个女儿未来有一天突然之间发现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我经历那么多的屈辱，居然是我妈为了怕自己回村没有面子，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在说胡话？真正的面子是什么？真正面子是跟这个男人离了婚之后，你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你白手起家，终有一天你把两个孩子带到大学，带到研究生，然后告诉所有人，你看我离两次婚怎么了？我不照样把俩闺女给带出来了吗？我照样把那俩孩子带得比你们谁都好，这才叫有面子。离婚算什么？就是先生啊，看在闺女的份上吧，就是现在她这个阶段孩子又小，肯定是需要帮助的，这个东西我希望你能考虑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对吧？女生，我就劝你一句话，面子这个事儿真的不重要，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谢谢两位，请回吧。啊，你现在可以判断出来，就是在孕期这个女生做了多少荒唐逼一个男人发疯的事情，这个是看得出来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听到了嘛。然后孕期完了之后，因为男生开始发疯，男生后来做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添了一把柴火嘛，就变成了这样嘛。哎呀，心里面真是特别难受。你就想这个情景多难受，一个七岁的姑娘，看着自己的妈妈坐月子，带那么小一妹妹，没人帮手，啥感受？来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请开门。出来了吗？在吗？女生，男生在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大概责任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负的。当你面对生活负责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没有那么坎坷；当你面对生活不负责任的时候，你会感慨为什么生活对我如此之不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们一家人嘴上说会对我好，可实际根本不是这样。我一直在为我们的将来努力，是他想多了。他现在总是拿结婚当幌子来哄我，可我根本看不到他的付出。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最好的生活了，可他还是不知足。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陈先生26岁，来自广东，魔术师。江女士28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多久恋爱了？将近2年了。咋认识的呀？就我之前从辽宁嘛去广州旅游，然后他是做魔术表演的，当时我正好在下面看到他在台上演，我觉得哎挺吸引我的，然后呢我就要了联系方式。回去以后呢，我们两个也一直就在联系嘛，慢慢也就发展成情侣了。然后有一天他就问我说，我们一直异地恋也不是办法，就说让我过来，让他能天天看到我，然后说什么我的工作呀我的生活都不用担心，他能照顾好我，就是都能有保障，然后也说父母好。那我就寻思异地恋确实不太好，然后我就过来了。刚开始还行，后来慢慢的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了，爱答不理，不是太想娶我。我肯定是想要娶你的，从一开始跟你谈恋爱到现在到上这个节目，我都是想要娶你的。但是我觉得不激动，不激动。娶你之前啊，你说有一些矛盾要解决吧，就好像你跟我妈妈的矛盾。我跟你父母那个是他妈妈本身就有问题，就一开始我来这头之后，我们没有租房子嘛，我就去他家嘛。他父母说，哎呀，孩子把这当成自己家，就是我们把你当成亲生闺女，他要是欺负我，一定为我做主。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把头发染得特别浅的颜色嘛，哎，他妈看到了。
哎呀，今天怎么头发弄这么不像正经人呢？他妈就搁那一直在指指点点对我。我妈她的思想，她就是上一个世纪的思想，你不能说要求我们年轻人跟老人家的思想说是一样的。而且我妈后来不是也跟你缓和关系，然后跟你一起过生日吗？那是缓和关系吗？本来两个人想过生日，他妈哎带我一个，我们三个一起过，我想跟你说点事儿。然后一起过生日当天，先说我的头发，然后又说我的工作。我那阵是做自媒体嘛。自媒体他妈就说不是正经姑娘做的，不是稳定工作，说什么你要是做这种工作以后没有婆婆会喜欢你，就跟他说说说。都说了，我妈妈的思想就是老一代的思想，而且说我们作为晚辈就不能体谅像我妈妈。我体谅什么呀？你知道你妈妈还当时跟我保证说什么，来这头你也不用干家务，现在跟我说你要把家里收拾了要一尘不染的，然后他儿子回来的时候要把饭菜全都做好。我说你找的是什么呀？你是在找保姆吧？那你找保姆多好，我找我干什么？你以什么资格住在我的家里啊？他儿子让我住的。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吗？我不知道。还是他的房子？我不知道。如果是他的房子的话，他当然有权利不高兴了。那不高兴，因为这个房子是他给他儿子住的，不是给他儿子随便带来什么女人住。当时他妈妈不是这么说的。姑娘，你听我说这话刺耳吗？有一点。我告诉你，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啊。一个未婚的女子突然来了我们家了，我会怎么看这个女人啊？我就告诉你，她妈妈的真实心理就在这儿。有没有轻慢，一定是有轻慢的；有没有轻视，一定是有轻视的。那这是你自己找的。那我后来改了，后来我头发就是变成了正常的嘛。嗯。但是他妈妈打那之后看我一直就是不顺眼，有一次我跟他吵架，挑刺儿了开始。对，吵架，然后我大半夜嘛，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有点任性可能。然后他也没有来找我，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然后他说你这家爱回不回？你每一次吵架都说要离家出走，那怎么办？好，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三次都这样。我有几次啊？我总共就两次，好不好啊？而且你当时怎么承诺我的？你说我不管有什么脾气什么的任性，你都全都能包容。现在怎么两次就受不了了呀？而且他妈妈之后还说什么？要么你就别嫁，然后你要么你要想嫁给我这儿，不给彩礼，或者给你一点点同情你打发你，还说什么房子不可能给你买，生了孩子我们再考虑给不给你办婚礼。我凭啥受这委屈？不是，我妈当时她在气头上，我妈她大半夜然后听到声响，她出来看到自己儿子被打了。是我轻轻怼了两下，你给我推地下了，谁严重啊？我不是故意的，你当时一直怼我，一直怼我，然后我就轻轻抬了一下手，然后你就倒在地上了。那当时你妈妈问你让咱俩分手，你为啥不说分手啊？就说还要跟我。因为我还是喜欢你，我还是爱你的嘛。别再说妈妈，跟你妈没有一毛钱关系。我是不是可以不给你彩礼？我是不是不可以给你房子？我是不是可以把你轰出家门？对，然后我跟他就搬出去住了。当时跟我道歉，各种道歉挺诚恳，我想的也是跟他过日子，不是跟父母。我就说那就好好过呗。然后呢说什么天天给我做饭照顾我，一个礼拜没坚持住，开始对我敷衍了。然后跟他说话分享生活什么的完全不理我，就对着那个手机笑，一天天对我问他笑什么呢，然后他就不说，就就这么样式的。我是一个魔术师，魔术师每天要去参加不同的活动，就是去别的地方演出，演出做活动就要有人际关系。你那是什么人际关系？你那人际关系就是跟小姐姐说你今天穿得真性感。不是，我只是正常的聊天，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而且我拿手机在那聊，我跟她说今天的业务就是这个活动定时间，然后业务你非得夸她的身材好吗？怎么的，我身材是不是胖了你就不喜欢了呀？我只是在她朋友圈说了这么一句。我看到的就是你跟小姐姐聊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我这么辛苦赚钱为什么？都是为了跟你结婚呀。啊，对，为了跟我结婚。你现在是为了跟我结婚老拿这个当幌子有意思吗？为了跟我结婚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别的女生聊了吗？因为我现在没有了父母那边的支持，我只能是独立自己更生。行，你自己省钱，那为什么后面要省到我身上？我自己挣的钱我自己买个化妆品，我那包装刚到。哎，你怎么又乱花钱呢？你说你的语气跟你妈一模一样。你本来你的工作就不稳定，你还买这一堆，我觉得该省省。我不稳定的花的是不是我自己钱？现在你的原则就让我把我自己挣的钱省下来给你，然后娶我自己娶我自己吗？为什么你的彩礼钱要我自己攒着？啥叫彩礼钱自己攒？他不是彩礼钱凑不够吗？是拿我自己钱娶我自己像话吗？你父母见过他吗？没有。就说到这个更来气啊！本来是我跟他父母关系就是调解的有问题，然后我就想着那快两年了，那不得见见我父母吗？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见我父母，答应的可好了。我后来问他，我没有时间，我在工作，我在忙，就每次都往后推。我真的没有时间，你想想从南到北多远，来回3000+3000，6000多公里。咋的？我是北方，你是南方的，我没为了你过来吗？不是，我的本意是说，我有时间，然后我经济条件允许。
就是我做好最好的准备去见你的父母，我的事业现在才刚刚好了一点，然后你就这么折腾我，我真的没有那个精力跟财力。你又没有财力，那你前面写说的攒钱你攒到哪去了？不攒我的钱你就攒不到钱了是吗？不是，我所做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你啊，又为了跟我结婚，为了跟我结婚没有时间来看我父母，有时间接别的小姐姐回去。啥意思？接了哪儿的小女生？那天下雨，下挺大的，然后我没有带伞，我打不到车，我就问他来不来接我，他说来，让我等着。我当时脑袋抽风了，我就搁雨里等了他两个小时。他来了以后，我一打开车门，副驾驶坐着一个女的，俩人搁那打打闹闹呢。他来一句：“你上后面坐去。”行，我在后面坐着，他也没跟我说话，一直跟他旁边那个女的一直打打闹闹。谁是你女朋友？他只是我的一个客户。那天我跟他刚聊完那个活动，刚定下来，然后你一个电话打过来，然后那个客户他说送一下他。哦，现在就他委屈我。不是，那这个东西，你要学会去分辨嘛。然后接你，当时下了磅礴大雨，我又不好说啊，让金主爸爸坐后面，淋着雨坐后面去，我只能说啊，你快点上车坐后排去。你是那个语气吗？你就上后面去，啥呀？你在赶狗呢呀？你坐没坐？坐了。那你不就是被当狗赶了吗？有本事不坐呀，转身就走啊，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啊？你们俩？我现在跟他说分手，他就也不说是分手，也不说是改变，就感觉他和他父母给我骗过来，现在一个人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给我搁这那啥框住了。那你们还是在外面租房子住？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住了，现在。啥意思？因为那个女生的事儿，我们俩吵了一架，她一直不跟我解释，她自己回家去了。因为她的事情，我跟我父母闹得已经不愉快了，然后我这两天这段时间都在我父母那边大多数，因为我想着把我父母那边关系调节好，然后再让我父母接受这个女孩子。哦。你调节好了吗？咱俩的问题都没解决完，你去调节你父母，调节了快两个月了。老人家显然不太愿意再接受这姑娘了吧？你知道我要是你父亲会多痛心吗？就我养了这么大一闺女，不敢动一个手指头，就跑到广东去被，你知道他们会有多难受吗？你今天来干嘛？你还想嫁给他呀？还对这个情感心存幻想吗？当时我追的他们可能对啊，这没有什么幻想啊，这个情感关系已经破灭了呀。从男生开始搬走之后，这件事儿就已经结束了呀。那他为啥还跟我说？接着画饼嘛。万一你要是为了爱情又像你那么什么都不要的奔赴一次的话，他当然也愿意娶了。所以现在你要明确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男生有没有上进心；第二，在跟这个男生近两年的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啊？第三，你觉得假如你们结婚之后又有了孩子，这个男生能承担起很多家庭的重任吗？现在反正是两个人他也养不起。所以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嫁给他呢？恋爱脑自己说了恋爱脑。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看看应该怎么做，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这个男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左到右，真的无法再嫁了。你看，首先他对你不好，其次他妈妈对你有意见，再来他没有能力娶你，第四你不了解这个人人品到底怎么样。所以咱们就此打住，从你住到他家的那天起，他妈妈就已经看你不顺眼了。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交一个男朋友，我干过跟你一样的傻事儿，但是还好我爸妈管我。我还不是说去人家家住，我只是说一帮同学一起去玩儿。然后因为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妈妈打电话，你现在立刻到哪个酒店去，她让她当地的朋友在那个酒店等我，你一定一定不可以跟你们一帮同学住到他们家。我说不是我们两个人，我妈妈说但是你不是他同学的身份，你就不可以去人家家住。那个时候我还觉得他们思想古板，不理解年轻人，但是后来我听到我当时那个男朋友的妈妈说了一句话：如果今天这个女孩住在咱们家，你一定不能再跟他继续交往。所以呀，你看到了吗？天下婆婆一个心。到现在我自己有了儿子之后，我就会想到，如果未来有一天我儿子带回来一个女生，这个女生一住在我们家就不走了，那我当然会瞧不起她。你爸妈不管你吗？
你来我们家是干嘛的？我就会觉得我怎么看你都配不上我儿子。而且人啊，离得越近，看到对方的缺点是越大的。尤其你是跟他妈妈来争夺他儿子的爱的，你懂吗？所以他会鸡蛋里面挑骨头，你说你还怎么跟他继续再往下走？所以没有结婚之前，离婆婆越远越好。恋爱脑就两个字，廉价。你琢磨呀，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跟着你，我什么都不做，我天天在家里面就等着你跟我谈恋爱，把自己越弄越廉价，到最后你一无价值。你一无价值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要爱你嘛？所有的谈恋爱的人当中，只有恋爱脑是完全摧毁自己的命运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过去20多年里面，你看你在你原来的城市里面，你有同学，有亲戚，有父母，啪谈一个恋爱，这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就奔人家家里面去了，然后前20多年所有给你积累的东西全部不要了，你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重启你的人生，你有这个能力吗？凭什么？连被人爱的价值都没有，你跟我说谈什么恋爱？先把自己养活了再说，饭都吃不上。还有你啊，撑不起来别瞎撑，你那麦子还在田里呢，我没说你画饼啊，你那麦子还在田里，你就告诉人家我那麦子才种下，你要等吃那饼还得5年10年后，你说清楚了。我刚刚在看着你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好像这一生换了好多城市，有的时候还会换国家住一住，但是从来不是因为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因为工作。哪里有男人值得你投奔过去的？投奔过去了以后，就意味着你在当地要找工作，要结识新的朋友圈，要找到自己新的爱好，然后你想融入到婆婆家，你就得被老人喜欢。老人喜欢什么样的？这又要追求一个叫平滑美学。老人喜欢顺从的，一定不要头上支棱开的，一定不要颜色支棱开的。但是你也不乐意啊，你又不好糊弄，你又不平滑，你说你还想融入人家家里当媳妇儿？你所要的一切跟个性跟自我有关的东西，爱情给不了，只有自己才能成就得了。如果你只要爱情的话，那你就乖乖的把你身上的棱角全修剪掉，要过怎样的日子自己选。有一个男生是绝对不能谈恋爱的，就是长在妈妈的羽翼下的，知道为什么吗？他没有能力，没有一个真的有想法能够愿意努力和付出的男生愿意大学毕业以后还住回家里，宁可多花点钱租房子，他都不愿意在别人的羽翼下继续成长。这就是一个标准。接下来的60秒，希望你们说点真心话，特别是男生。女生啊，是到离开的时候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马上回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江江，其实我们从相识一开始的，你看我表演，你说看到我眼里的光，你说就好像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我那天也是一样，我看到了 你台下的你，你是五彩斑斓的。于是我们在台下聊了很多东西，聊了人生，聊了我们的理想，聊了这个世界有多么荒谬，也聊了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世界有多么的欢乐。你可能一直觉得我在画饼什么的，但是我真的在努力在做，我真的有在努力。老师说我不应该把饼跟你说得很好，是我是有点夸张了，这个事情我以后一定会落实。就好像这个端午我带你，我和你一起去见你的爸妈好不好？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加油吧，谢谢。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回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有话吗？没什么说了，就不说了。哎，我好奇的问一句啊，
就是一个魔术师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能够在一群观众里面看到谁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你相信就会有光。哦，相信就会有光，听懂了，谢谢啊。来，千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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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再次感谢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融美好，共未来。